拇指的伤势，骨头有点裂掉，所以短时间还没有办法回到场上。这边来个144的速球，直接对决打击的林志胜呢，是遭到了三振，形成两出局。连续对林志胜这几颗速球，投的尾劲都够，而且在量好球的过程当中，偏高的速球的确很容易吸引林志胜的挥棒，加上这颗球进的真的是速度够，尾劲也相当不错。哇，这个球没有出手啊！三个球被解决掉，站着不动遭到三振。陈松伟这场比赛啊所投出的第二 K 一出局，哇，三个球就三振，打击情况还不错的叶祖轩。那叶祖轩这个球真的是比较可惜，在量好球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滑球其实投的位置是比较高一点。以打者来讲，其实做挥击哦，就做有效这种攻击的，其实这种。那至于在全垒打大赛的话呢，则要是由球团来做推荐。哇，今天林志胜前面两次啊都领到了老 K， 这次是站着不动啊，看着好球进来一出局。面对林志胜，两好球两坏球，这个球一个偏离的变化球是吊中了打者，球往到后面漏，这球赶快捡起来传一垒做确认。打击的陈金峰啊，还是遭到了三振啊！郑宗伟这场比赛第四 K， 这个半局的进攻三上三下四局打完，双方还是一分差。总共拥有球数呢是79个球，走外角，这个球呢是挥棒落空。峰哥啊，也被曾松伟啊 K 了两次，这是曾松伟这场比赛所投出的第五次的三振。直球与滑球的搭配哦，这个进了点，就算陈金峰不挥棒的话，应该也是有判好球的空间。而且这个进了点真是太漂亮了，靠近打者的身前才开始做。